critics of U.S. President Joe Biden argued that he had dismissed the中方坚决反对美方的一些政客将病毒溯源政治化的做法。为什么这些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反复纠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露呢？说穿了，就是要推卸美国自身抗疫失败的责任，为打压遏制中国的发展 再找一个借口而已。 甩锅推责这套把戏 害的是美国自己， 受损的是美国民众的生命健康。 把溯源政治化， 只会干扰破坏国际抗疫事宜， 必将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 溯源是科学问题，在这一事关人类健康安全的问题上，我们应当秉持挽救生命、更好应对今后类似公共卫生危机的初心，应当走团结合作之道，而不是挑动分裂对抗，应当依靠科学方法，而不是搞政治操弄。将溯源政治化的做法，既不道德， 也不得人心，只会归于失败。中方一贯本着开放、透明这样一个态度，同世卫组织开展相关溯源合作。在国内疫情防控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两次邀请世卫专家来华开展溯源研究， 双方专家共同进行了实地考察，共同分析了大量数据，共同发布了联合研究报告，得出了权威、正式、科学的结论。